天这一眼，好来你一眼，你碰跟碰，来碰在一起，好你都碰不到，双眼比较好碰，哪眼比较好碰？好，这样比较好，比较好看，还是我这样子来？你这样子就碰不到了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单眼的时候就没有龙象，你们可以下去看，单眼绝对不会有龙象。好，所以主为什么跟你讲这个？你自己的眼睛自己要保护，好，自己要照顾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的这个龙象越差的话，你十八岁，你想不想开车？你想不想骑摩托车？如果你现在不好好保护你的眼睛，你接下来要考第一次考试，这个部分。